重阳节将至，高雄市长陈其迈日前前往梓官区及楠梓区探视两位百岁人瑞，并关心两位阿嬷的生活起居及健康状况。市长陈其迈表示，今年高雄正好满百年，奶奶们也恰巧百岁，别具意义，希望奶奶们能够持续保持身体健康。重阳节哈，然后来帮我们的阿嬷哈，那个过重阳节，来恭喜她，也是我们高雄一百年啊，刚好阿嬷的年龄跟高雄市改名。成为高雄同年龄、所以是地方大家都是很慈，他是很慈祥的长辈嘛，大家在梓官大家都认识他、歌唱的最好的阿嬷。两位阿嬷虽然年纪已相当年长，但身体仍然硬朗，能与大家侃侃而谈，现场更带来哪首歌曲与大家一同欢唱，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。我真是礼拜啊，你回家年啦。陈其迈市长更亲自颁发重阳敬老金及敬老状给百岁阿嬷，希望阿嬷能够保持健康。进入高龄化时代，市府也积极布建社区关怀据点，希望能够提供长辈更完善的照顾服务。阿嬷有笑脸吗？记者李佳龙、金宪忠高雄报道。